这个线是7毫米的哦，线从这边穿过来，第一根线穿平导口这里，然后我现在这条线差不多是80米啊，我打79米啊。啊，这个，然后第一次按复位，它就会把线送出来。要把导管挡住。但笔数它就会切断，还会自动送一节出来。这边有接口可以绑的，穿扎带进去绑的。可以穿扎带进去把它绑好再取下来啊，就不会乱。有三个绑的地方。绑好以后，搭一下，它就取下来了。可以了。